好，大家冷静一下哈，等一下就可以跟我们的陈琳来做见面了。今天很开心，现场这两位粉丝其实好早就来等陈琳了，然后也把最新的专辑呢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庆功典藏版带过来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再次邀请朋友来送给你们。来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上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庆功典藏版一律呢签在封面的部分，封面有没有看到这个蓝色的书？好，签在这边。然后提醒大家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台南还有一场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先。今天在现场呢，有很多杨丞琳的忠实粉丝呢，好早就来这边等了。等一下，可能有人还要跑去台南，六点哦，早上六点就来等了。六点哇，感谢你们啊，哈哈，这么样这个用实际的行动来力挺我们的陈琳，所以今天站在第一排是值得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等一下呢，我们台南还有一场签唱会之外呢，来告诉大家，明天在台北还有一场，也是这一次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庆功典藏版的签唱，那下周再。